聊天室的小心，你们就成为下一个。聊天室他妈一万多个人，妈每天告一个，再喷啊，每天告一个啊。你以为网络匿名就查不到哦？不是27岁，等变25岁，我本来就25岁啊，我本来就25岁，我什么时候说我27岁啊，大哥？